欧元涨幅回落，投资者对于大宗商品的情绪有所恶化。COMEX 六月黄金期货收跌4.1美元，跌幅是0.3%，报每盎司1250.3美元，较日高回落是22美元，结束了连续4个交易日的趋势。那白银呢也是遭遇了过山车行情，收盘小幅下跌了0.26%。